我袂当在遮等啊，还先想办法甲爸联络，通知我平安。对啦，敢是陈忠信？哦，你谁啊？看起来啊，伊还阁为着我对阮一动手的代志咧扣分哦。我身骨内面，老是等待会，即马计划已经行一半，我所想，我阁顾虑的，就是早日完成任务，破例求全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我拜托你，再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搁要在我面头前，应该什么时阵啊？别卖对我安尼，好不好？自私到骨气，一点个血缘关系都无。可以做那个亲生老爸，就是那个姓杜的，才是真正的孝义。林子深真正是我的后生。断绝亲子关系，切结书。你哪会叫我签这個？你真是爱自私，搁为着血缘的关系在痛苦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有无这个许思伟？绝对来暗藏什么代志？暗了无，我想问，我才无甲伊讲。所以你甲正恩讲的代志嘛是假的，为什么要害正恩？我嘛是去用骗的啊！我向天，等我是学校的同学。我罗家峰霸王级把凶险，你林子谦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代志发生，时间拢掠个足拄啊好诶，这件代志上可能是大嫂做。你不记出什么错？啊，不过我是要怎跟你讲，大嫂其实有精神出轨，断绝亲子关系，切结书，万一跟后生林子深断绝所有的关系，你哪会叫我签这個？你真是爱子深，第一年后，搁为着迄个的关系在痛苦。我拜托，你别折腾我跟子深的关系好不好？你做迄个亲生老爸，就是迄个姓杜的，你才是真正的阿姨。林子深真正是我的后生。我袂当在遮等啊，还先想办法甲爸联络，通知我平安。谢啦，感谢陈忠信。看起来啊，伊还阁为着我对阮一个动手的代志咧扣分。我身躯内面，老是等待会，即马计划已经行一半，我所想，我阁顾虑的，就是早日完成任务，破例求全。